这里是巡游轨迹，我们在云南绕着边境线自驾，但今年的特殊情况使得很多地方我们无法到达。这个排队的车还是比较多的。大姐呢？你好。大姐呢？陕西的。陕西。对。你油门出来？对对。什么时候出来的？都好久了，有一个月了。到了哪些地方？到版纳和澜沧，从澜沧过来。到了版纳哪里？景洪。有没有去过缅甸？没有。你们住是住酒店还是怎么说？都有帐篷，帐篷和酒店都有。好，嗯，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们准备前往靠近边境地区的耿马县，但是在即将到达耿马县的时候，我们遇到了麻烦。在和当地的工作人员沟通过后，我们被告知不能继续前进，只能原路返回。我们现在呢又走上了回去的路，因为在那边已经被挡住了，外地车辆是不可以过去的，对，是本地车辆去过。我们现在呢只能是返回来走镰仓那条线，从镰仓然后上宝山那边，这个绕的圈比较大，要很大一圈。我们原本计划经过耿马，沿着边境地区一路直线到达腾冲市，但是因为缅甸方面的疫情较为严重，我们的边境地区限制人员通行，所以我们只能绕到临沧、云县、凤庆县前往腾冲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疫情指挥中心吗？喂。你好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就是我现在如果从宝山这边去六库啊，还有贡山、福贡这些地方，是可以正常出入的吗？你是找我讲那个云南健康吗？旅马的话可以正常通行的。就是跟之前是一样的啊。啊，对对对。啊，就没云南健康吗？没有封路或者怎么样吧？没有。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再见。天色逐渐变暗，但是为了将绕路耽误的时间补回来，所以我们只能继续赶路。进入临沧市区，但是我们今天晚上应该不在这儿住，还有390公里。到了云县，现在是晚上的9:30，我们可能再到下一个县20-30公里吧。这个县给人感觉还是挺干净的。继续赶路，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凤庆县。到了凤庆县，今天就在这个附近找住的了。县城不行的话，就先从外面找一下。我们现在到了凤庆县的蒙右镇，看到这边有个广场，看一下合不合适我们露营。其实这个广场挺很好的。就是太恐慌了，在人家镇子房前，全这干燥你都木了。这个广场真的很大，确实挺适合的，但是旁边呢就是小区，哦，看不见，像小区一样的，下面停满了车，估计早上很热闹，再找找吧。最终我们找到了搭帐篷过夜的地方，今天晚上住在这个地方。这边应该是一个村子，村子旁边有个水泥厂，然后这是水泥厂旁边的一块空地，下面还是水泥打的，这边也没有什么车停，一大片空地现在看不清，我们把车停在这里，四周都是杂草丛，帐篷就搭在这里准备睡啦。天气预报说明天早上6:00多会下雨，希望它不要下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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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睡了，晚安。早上醒来后，我们要收拾帐篷，继续前往腾冲了。